慈济志工从2002年开始在芳兰山庄关怀，与每位长者就像家人一般，连喜欢喝什么都知道。他喜欢喝这个波浪汤耶、这个有没有喝？这个是盐味的，有没有？你喜欢这种味道，对不对？喜欢吗？喜欢哈、哦。祝福苹果平安哈、哦。等一下要来浴佛。长者身边都有志工或年轻人陪伴，有的是慈亲，有的是大学服务课程的学生。跟爷爷说，爷爷早安，早安。哦，起举起来，来起举起来。等一下，丑二的话，我们刚刚上来那个唱歌哦。小游戏拉近距离，增添笑声。每次来访还帮忙剪发打理门面，让这群空军退役军人晚年生活不孤单。很好哎，贝贝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雪慧、陈柏宇、李怀生、林静佳台北报道。